奥南夫应该没那么好打，前几集奥南夫应该没那么好打，这英雄不是很怕剑姬。Q 不到呀。他把斧子丢这么后边啥意思呢？咋办？我感觉我已经劣势了。啊，这也可以吗？可能有点炸糊了呀，他这波真有点炸糊，就抓不了这个，前六级不抓，后面抓不了，你好像要死了，你这费尽心思的把我干掉，结果转头要送给我。有点逆天了，有点不是很懂的，怎么做到的？算了，抗压吧。我想稳住，看看那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看我想不想稳住吧？怎么会这样子？还得是你的，我是真废物了。A 不出那一下呀，好生气呀。这不只有这一波才能帮了，这一波帮不了的话，这一整把都帮不了。蜘蛛哥能不能帮一下？这一波不帮，一整把都帮不了了。但我那副运气好啊，玩的有点有玩的这么急，居然给他急到了。确实是运气好。等到一束了，命中吗？为什么这么知道？还行吧。就这一波抓的机会了，这一波抓不到就没必要来了。我这把失误了，我自己抗压吧。队友已经玩得很好了，不会有失误的。两个残血，蜘蛛交给你了，蜘蛛。Nice。但是蜘蛛的优势它不是很厉害，这英雄容易把优势送出去。越的很难玩。卡皮也没吃到，是被搞笑。
六怪级。这波打完他应该不想玩的了。但蜘蛛的优势也没了。这就难受了。我上的还是小烈士。我都已经走位了，他妈躲不掉呀、哎！真的满了英雄，猛极了这东西，咋整呢？右边 monster。啊、不能让这玩意太肥啊，不然我们的 AD 跟打野很难受啊。然后呢，副骑士带征服者还真没那么好打，打这玩意要带不灭之握好打，之前试过，我这把以为是刀妹上的，我也是奥拿上的，确实没换到不灭之握，没想到。不灭之握打的好打，打这玩意刚不过他，带不灭不会被单杀的。这没辙呀，该死！我怎么踢不了这个？我发现我大招呀，我操！好送，蜘蛛已经帮我帮的很多了。不管骗不骗都是死，奥拿夫开了霸体在前面拦着。晕不住寡妇，骗不骗都是没的。炮射进去就好了。这个大招也没闪现，还是有不同的大盾，大不掉的。Q 的很准啊！你又没有 Q， 你又没有 Q， 你开机好过来有啥用呢？
那寡妇干嘛？你不是被显形了还要过来？这么搞笑的吗？寡妇，妈的被显形了还要过来？啊，感觉我打不过寡妇，他这波线又必须得推。什么逼东西啊！刀妹什么玩意变的？刀妹，俺刀妹好怪呀！他妈的！刀妹好快呀、啊，他玩的什么玩意做的？这么变态！好 Q 啊 ，Q 是差点就出事了。哎，别乱 Q！ 不是刀妹什么逼东西啊，扭来扭去的，我给他秀的有点难受啊。永恩玩起来了，这波번개처럼급소를찌르지咋办呢？刀妹什么东西、啊、哎呀受不了刀妹了，好他妈烦人，他玩的好他妈烦人啊，这刀妹、哎、不要跟刀妹打架呀，刀妹太猛了，搞不定他，不要跟他打架。저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这样子玩游戏要结束了，瞎搞，本来就是小优，本来就优势都没有，蜘蛛拿了人头以后他找不到节奏呀，太爆了，不知道还没后期呢，这个本来赢了，半路杀出程咬金，要投降了就。本来这把随便赢的呀。安抚没有脚本，那就是秀吧，或者说是永恩对线对的太臭了，给别人一种玩的厉害的假象吧。我感觉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这永恩玩的太臭了。没卖半血跟我打，他的血量掉不下去了。저기학살중입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저건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他有重伤，我没重伤，差距很大。
终于把他杀了，不容易。大嘴破败都吸不动了。A 键进场，这蓝也不是很够，该怎么操作呢？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不打几个弱点回血，我这一般怎么操作呢？播一会儿呗，播到三连号我就不准了。大嘴真的跟这小红比不了，太 AD 差距太大了，兄 AD 的差距，这还不能给他，他好赢啊！等我两步是啥意思？等我两步有点看不起来了。W 挡的魅惑也走不了啊！他追着我 Q 啊，我得操作呀。主要是没把破盾，第一声，第一声我都 Q 下去，没有技能破盾。他被挡了往后走，我地形都不还没大，我也不知道，反正被他逮到我就已经有点摆烂的心态了，就只能跟他操作了、被逮到了不操作还能咋办呢？点点号了，看我把刀妹斩了就好了，再玩一会儿呗，寡妇这把那个这把蜘蛛专门防寡妇就好了，帮我来砍刀妹，有我在刀妹应该没那么舒服，他要出盾攻的刀妹没那么好杀呀，这玩意在我面前确实是在送，两刀打半血他确实操作不了，除非小兵给他拉身位，方便是打不了进来，多吃几个塔皮赏金机制就翻回来了，可能他不会让我吃塔，这是寡妇。阿古尼汤也死了，阿古尼汤也死了。队友怎么这边打这么难呢？因为明明少个人，不知道这么拉胯的样子。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他们现在只要守我就好了，大龙随便守你。真赢不了他，不用这一招，应该是包赢不了。快点快点快点，不然拆不掉了。我这你也勾啊，怀疑你他妈在送啊。他妈又搁的送。
아군을 당했습니다. 지금 나한테 도전하는 건가? 不要了，赶紧走吧你。正当当出一个。交给我，刚才很喜欢单挑啊，你又挑不赢我啊，感觉去的是永恩太拉了，永恩给的刀妹无限送。啊，都要守不住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와그러네이놈아操蛋呢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날카로운범의날카로운정신적이학살중입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这个 E 怎么 E 中没他这个 E 放的有点歪呀歪的有点好又歪又好啊这个 E 放这都能中没办法这波血不够呀人家 Q 兵近身了能打半个我这波盾也没了不然还真有机会操作的너희들이노력할때난이루어내거든자자하아야他们应该会中野过来包我的。连续法则呀，很标准。大到了，我不能打。啊，守不住啊，这就。寡妇的凡人经历，搞不定他。气煞我也。刚被削了我3000滴血，这么疼！拦得住他吗？这大龙怎么办呢？大龙，要不我做个闪现呢？不知道能不能操作呀？但是我装备真的做不出来。这波要是能有个2100把这卖了就好，可惜没2100。做不出来也很难受了，大龙估计也是不好拿的。爆炸了！哎，
挂上被动呢。你走吧，刀妹要来了。啊，这个太死，救不了，家伙没法救。저기학살중입니다스타일참쿨이네他妈的队友烂玩了，怎么带上去？烂玩了呀！波塔比破解掉死，我让红龙真该死。走不出去了，没办法，走出去要被电死。还给他秀起来了，他妈的，还给他秀上了。